钢笔视频以后呢，就这样子啊、我可能一个星期就更新一部这样。然后这一个是应那个上次玩偶需求嘛，就是说他们讲那个英雄霸偶六，那刚好我也买了回来了。然后你也看到这个就完全没有拆过。然后另外一个事情要说一下，就是那个墨水，我现在就用这个极黑，当然那个是那个纸就包装纸我已经撕掉了，但瓶子我就这样子这样用，因为它那个瓶子的口径比较大，那个加墨比较好加，所以现在就惯用这个。那就先拆一下这根笔吧。然后首先我一买回来就基本上这样子，能看到就是上面的一些就生产日期啊什么的这些嘛，然后就正常的一个 PVC 塑料包装，然后一下子捏整出来，像连这里就这里连一个就那种粘性都没有呗。然后这个我先放一边，再下来就打开的时候应该就跟之前英雄的笔不知道是不是都是这种包装。有时候我不太喜欢这种包装，为什么？就卖钢笔关键是笔嘛，就感觉好像关键是包装一样。这个跟我之前买英雄的那个359吧，好像是就那个反拉棉那一根一模一样。然后这个对，反正就笔包装来讲还是不错的，我觉得这个盒子就你拿来收藏笔还是什么的还是 OK 的，就这样子一根根放还是挺好的。然后下来第一个感觉这根笔非常轻，真的很轻。然后那个漆面的话，你们等我一下，我拿一下海运来对比。好的好的，不好意思我回来了。是这样，那首先看一下那整个那个一个烤，它那个烤漆上面的效果吧，那跟海运对比一下。其实如果从视觉上来看的话，其实你看的差不多，但是因为这个应该是树脂的，海运的话那个这块我不确定是不是树脂，但这块肯定是金属的，所以摸起来温度，第一个温度感就不一样了。但整个如果现在从镜头上面看，它的一个反光其实是差不多。然后这个小球吧，有点像百乐那个，百乐那个小球的话是这样，就大小好像啊，摆了那个大一点稍微的啊。这个里面那个套我拿走了，因为之前有拆笔嘛，然后我就把那个我感觉这样子比较好看一点，看到那个笔尖啊，就这样子而已。好，先放一边，然后再下来先看一下那个尺寸吧哈。尺寸的话是这样，地方很小，这样子。那首先笔盖的话，你不插盖以上，插盖的时候就是14厘米左右，然后拔开的话啊。哦，旋钮的，我刚刚在这边，哇，这有光墨窗啊，还挺细致的，好，等会再说。然后整根笔的话 ,12.3 厘米左右，然后这个位置拿起来就怎么说，那怎么讲呢，可能是用百利金或者用百乐那个弯度，没事，等会再给你们看。是这样子，整根笔的话拿起来就它的长度一定是 OK 的嘛。然后如果是有些你们插拔的话，因为这个笔不是很贵，你们这样就插着那笔盖用也没问题，16厘米。那基本上长度就这样子了。那就先开始说一下这根笔吧。整根笔是这样子，首先尖的话肯定是干尖了。然后这个怎么上墨的还真不知道啊。上墨的话是这样子，转开然后也是这样，哦，就是说那种捏的是吧，就是说那种挤压式那个吸墨器，我不知道能不能拔。这个有一个螺纹。啊，果然可以，好吧好吧，那这个真的是为了一个，这个真的是一个什么光墨窗的一个部件，真的为了光墨窗而做一个光墨窗。然后笔盖的话里面可以给你们看一看这样，不知道能不能看清这次，哎呀不知道，好像不太能了，反正里面就黑黑的很干净，什么都没有了，就可能看得不太清，因为现在拍也拍不是很清。那这个键就基本上是这样子组上去，然后这一个的话，那这个肯定可以了，你们能看到，就这里一个套锁这样子，就一个套这样子套上去而已，还是 OK 的。然后整根笔等会就开始上墨呗，反正就尖干尖还 OK， 反正整根质量，但这根笔怎么讲，非常轻，拿捏起来的时候，因为是用百乐的话有对比过的，这百乐跟百利金的这一块，我把百金拿一下，百金的话就哎，不好意思，等一等。这次的话这样子，百利金的话是这样，
如果能看到的话是这样，首先因为百乐我这跟823的话，它是属于比较大体型的，那您看到就这个弧度，或者即使是百丽金的，对吧？因为我可能是我个人用的比较习惯的一个问题了，这个当然是有了，然后都会有一个这样子的弧度嘛，就拉米，我觉得它就是说笔握上面有一个挺好的，就是说它把这个弧度，对吧？这个凹槽的位置。就是说，只有三个面，而不是像这种就整根的，就整个圆环，就整个是环绕整根笔身嘛，对吧？这种的话，就是说用笔用的久的人，他用的比较习惯。那我觉得是这样子，就百乐也是这个嘛，所以说为什么这根笔我用的习惯，它有点像百丽金的一个笔握这样子一个弧度嘛。因为我平常用的海运是没有的嘛，或者艾辰嘛，就 Edison 或者Carine 都没有的嘛。但这一个的话，就是是属于一根什么，我很喜欢用百丽金这个笔握这个地方设计，刚好百乐也有，然后它刚好是这样子一个弧度这样抛的，就是说这样子一画抛，就是说一个抛的一个怎么说，就笔杆嘛，对吧？所以说我用起来我是很喜欢的原因就在这，加上透明和负压上墨嘛，就很有特点嘛。啊，不说那么多，好，那一个回去讲真笔，这根笔的话，就是说，我觉得这个的话，我现在拿起来其实没什么，但我觉得写起来就可能对于我的手来讲，内弯的时候，它这个凹进去凹的真的太多了，我觉得。就其他的话，觉得还好。另外就是一个笔，我个人是用重笔用的多，虽然说我一天写的字就写字可能写2个小时左右吧，但是我个人来讲还是喜欢用重笔，因为惯性比较强嘛，我喜欢用惯性强的笔。然后整个重量感怎么说呢？跟 Caraco 的 Special 那种系列来比的话，Caraco 的那个笔感觉是怎么讲？我现在这根笔我拿起来好像左右晃一样，就整个重量感不是很混匀。就是说，没有说集中在一个位置，就是不是很结实那种感觉。但是笔当然是质量还是可以的，笔盖的话反正就正常的一个，还是结实嘛，质量我觉得没有问题。然后里面就，看一下，哎呀，应该能看到一点，对，反正就是。没有那种什么，防墨，就是说防墨干的那个一个套嘛，就是说，如果之前有回去看我，823的话，或3776，它里面其实有个套，或者那个永生的698吧，那个透明的按键活塞笔嘛，也是有那个，那这根笔显然是没有的。那笔上面的话，这里是好像这里是有一个凹凸的，就是说这一个笔盖的这个地方。然后哪的话，反正就整根笔的一个，如果重一点，我觉得就挺满意的。然后整根笔书写起来还是怎么讲？就这根拿起来就把玩感还是很够，就整个感觉。但是Hero 嘛，这里又有一个 Hero，不知道有没有那个 Made in China。那顶部的话就正常呗，就是可能笔看多了，就这些细节不是很能打动人。但说实话，这根笔百乐的这个的话，就是说你去抢那个，就这种笔夹嘛，当然你们都知道我是喜欢就那种，这个对，拉米2000的这种，我是喜欢这里能按的。当然这种的话，百乐的话就这个有个小球的话，就是说你不管怎么插嘛，多厚的东西你直接一插进去就可以了。但别的笔夹不见得能这样子，所以这个小球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因为这个地方比较细，弹性也比较好。然后小球的话就是一个很小的面就能固定嘛，还是 OK 的。那就先上一下墨呗，就上下墨的时候，反正就也是简单的书写嘛。因为书写感受来讲，我觉得这个东西很个人，也不适合说，我觉得是这样就这样，因为你买是这样，我买是这样，对吧？各有各不同呗。然后这个笔就正常应该是拿这个光墨窗，我觉得能看到墨这个，就是说以一个低价位的笔来讲，先还是先上墨吧，啊，捏就这样子捏捏捏啊，然后先放进去，对吧？哎呀，我忘记拿纸巾了。好像不是很给力，我照这样拿，你们不知道能不能看到啊？好像可以，哎，可以，但是我这样捏了，哎，手又弄到了，我很不开心的，哎，好的，然后等我一下，我擦一下这个，哎，我是比较注重这个东西，然后一擦这里所用到，哎，这是我最讨厌的事情，就弄到那墨水。然后这个笔，你看现在口径很大，你们应该也能看到，就是说我浇墨，然后浇墨的时候，你们看到就其实就这里光墨窗其实就能看到一点，说明一个东西，就是说它的光墨窗不是很给力。第一个是那个上墨器不属于说特别给力的，对吧？另外一个它的哎，
你看这量其实这能看到并不是很多，其实这么点。那如果对于那个书写比较多的人来讲，不是特别实用的一根笔，但总体来讲堪用，非常堪用的一根笔，性价比非常高的性价比很高。那先写一下，我记得我这一根是应该是 EF 的了，因为正常做评测我应该是买那个 EF 尖的。反正 EF 和 F 我觉得差别不大了，除非你说要那个爬格子啊，这是之前写的，因为我通常就一张纸。好，那先写一下吧，写一下就这样子。首先我就写一下八字吧。哇，这感觉，哇好，怎么讲呢？粗的话压还是可以，但比较硬，但还没到硬滑，跟可能用金尖用多了，好久没用干尖了。写起来的话，反正就出墨其实挺顺的，不会断墨，不会飞白的。就是因为我通常是我是这样子，因为有时候 M 尖的话就很容易出现飞白，因为我自己是用 M 尖的。然后写的话，反正就这一根笔，说实话，我觉得，怎么讲呢？我买的是不是 EF 也是 F， 就我拿一下我百乐的那个15号尖那个作品照，因为现在这根是我一根比较常用的笔，这根是 F 尖，因为日本笔的控墨还是比较好的，那你们现在就能看到了，然后就对吧，然后就百乐对吧，慢慢写一下啊，但你看到其实这个那个粗细明显变化很多，而且这写感哦好奇怪的，就怎么讲呢，就是没有，即使我拿那个钢尖的百利金的话写，那写感也不像，就第一个压下去写好像很滑，但是像那个什么在黑板上用粉笔在黑板上面写字一样，但是压的时候吧没有那种，就是说它又不像149万宝龙149那种滑度，又不像那个就是说长刀岩那种有点阻尼感对吧，它其实写起来你的声音有点像阻尼感，但是对吧，有点阻尼感但是不像很滑呀，就才怎么讲呢，但是以它的价位来讲不能要求说笔尖太好了，这个很正常能理解对吧，但是如果是说一根笔堪用，但是说它的笔尖怎么说，第一件事肯定不适合爬格子，我拿一根格子给你们看一看就知道了，对吧，爬格子的话我随便写一下吧，就对吧，这么一写对吧，我再拿一下别的来写给你们看对吧，就是这个我是用百乐嘛对吧，你就看差别很大，反正就首先这样子，这一根笔不太建议买真的，你看差别太大了，而且同样是 F， 我就当做它是 F 尖嘛，因为真的想不起来是 F 还是 EF， 然后这根笔本身也比较老嘛，就是说它的质量来讲，而且这个光墨窗真的不是很有用，这真的是实话，这根笔不太建议买，真的你如果20块我建议你还是买那个英雄616，就是我建议还是买那根比较实用，而且有配件可换，这一根基本上不太行。那基本上那今天的这个评测就做到这里，好，有什么问题下面留言给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你们的，我想做那个烂笔头，你们有没有人有兴趣想看的，有的话我就或者那个 pen 或者那个 pen BBS， 就是国内所说那个弹笔，如果你们有兴趣的下面给我留个言说一下，然后我就买回来试一下这样子，那就谢谢大家。